时我也想搞开火锅餐厅。刘波是一个具有很典型重庆的那个个性的这么一个年轻人。我拿他卖报。所以你要拿稳定。我就拜托你了，我说没脸呢，我的颜值哦。教科书式的完美，我认为很有魅力的角色。我本来颜值就比较高，倒的是我人。我人生最大的目的就是把我搞得不帅，搞得不帅。小李，这你画的我，突然发现你画我画成这样。刘波是个老头啊，今天特别盼望他能来拍戏，因为他有很多好吃的。你怎么说的？谢谢。从某种意义上，他不是一个想要成为英雄的一个人物。好帅哦，回到。终于解恨了，小林，我最喜欢演这种戏。回到。他只是想解决，就是你拿走了我的东西，我把它拿回来。这里面有很多场被打，是真摔，真的打。修台。拿到了，结果人撞了，你看这是撞完了。开工以后被抹的满脸都认不清自己了，有的。我觉得坤儿，看你的妆，我心里好受多。有伤的人，他露出笑容是很迷人的。喜欢你。